虎扑10月27日据北京时间10月27日凌晨4点的英超联赛第六轮中，伯恩利主场迎战托特纳姆热刺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热刺率先公布了首发名单，伯恩利首发，波普、洛顿、凯文朗、卡尔科夫斯基、 C 泰勒、大格维兹门松、维斯特伍德、博朗希尔、麦克尼尔、巴恩斯、克里斯伍德。托特纳姆热刺首发，洛里、多尔蒂、阿尔德维雷尔德、戴尔、戴维斯、赫伊比尔、西索科、恩东贝莱、小卢卡斯、孙兴敏、哈里凯恩。托特纳姆热刺替补，哈特、罗登、雷奇隆、洛切尔索、贝尔、拉梅拉、维尼修斯。